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有一天哈，家里来了十二位客人，妈妈准备容量是320cc 的这个纸杯，啊，这个是纸杯容量320cc 的，要小明去买每一瓶哈1250cc 的汽水，那么他们说哈，至少要买几瓶哈才够喝了，那我假设哈，这个要买 N 瓶才够喝吧，那就 N 瓶哈乘以1250cc 哈，啊这个要超过什么呢？超过这些客人喝的量，那一个客人呢喝320嘛，所以十二个客人哦喝这么多，320，也就是 N 哈它要大于多少呢？大于1250/12乘以320，那就约掉，约掉以后的话，我们把它算一下，就是12乘以多少呢？32哈，啊除以多少？除以这个125，等于这个哈是等于多少呢？3.072，啊，他必须买整瓶的嘛，所以 N 哈要大于等于4，就是就是最少要买4瓶的，要买4瓶才够喝。哦，你买3瓶的话哦，就有一杯会没有倒满，哦，所以要买4瓶，所以呢，答案的话是4瓶。